怪心不啊，还有紫云啊，小偷在哪里啊？帅小王根本没在看烟火，是在看人气。他竟然敢为你阿母分居趁虚而入，哦，不猜疑哦，谁说人模人样，根本就是猪狗。快点，我廖莎莎哦，要亲身出马。平言，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只有今晚阿哥是独身。阿姨，你别骗我啦！志勇甲叶小春已经办婚礼啊，即卖因两个应该过得真快乐，真甜蜜的新婚生活啊。那有可能阁是独身啊？我讲的是真实的，因为志旺反对，所以即卖叶小春已经转去后头厝住，而且伊甲志勇阿未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所以今嘛，志勇阿哥是独身。楚王真正是我的好心呢。虽然今嘛阁真少回，也毋过即个做妈妈的辛苦咱受啥，伊完全拢了解。不管人咧讲母仔囝共心，这是真实的。虽然是安尼啦，啊毋过我也是靠劝你。你的情绪甲行为哦，卖阁遮尔激烈。万一这样毙命哦，阁提出一线的证明，讲你的状况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妈妈，那安尼，你就会失去自我的监护权。到时阵，你就真正无法度承受啊！不可能，我不准，我即马什么拢无啊！我现在只剩祖旺这个好心而是我的性命。我不准任何人再听说我母子，所以你就要较理智的，不能再失去控制了。安尼你才有法度把祖旺留在你的身躯边。只要祖旺降火权在你的手头，只有跟叶小春都会有顾虑，暂时不敢再做伙。阿姨，我知影，我绝对袂让志勇阁有借口来抢走祖王啊。有时阵哦，做代志爱用智慧，袂当勉强，尤其是感情。只要将啊祖王这张王牌，志勇都唔敢甲你未清解散，安尼你才有机会。会当跟志勇和好。哎，小妈。志勇，志勇，多谢你来看我。这几天安怎？心情够加较稳定啊？有啦，是我心过冲动啊。就亲像做一场噩梦共款，即几天我伫病房，才偷偷清醒过来。
其实我家己嘛就后悔，我竟然失去你弟，去养着自我。我以后绝对好好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袂阁有种代志阁再发生啊。嗯，爹娘你想得对啦。其实今日来有代志，专工要甲你讲的。等自我出院了后，我会甲接转去后厝内住。小春又阁有伊囡仔，卖搬过去。咱大家会当回到亲像过去平静的日子啊！啊，你也别看自我过去我厝内啊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袂阻挡你。不管安怎，你永远拢是自我的亲生妈妈。到今晚，你也是不管我甲自我的死活，你敢那咧烦恼你一家伙啊死的人，当时会当团圆啊？平言。志勇，你都莫阁讲啊！你即马甲伊讲这样的代志是要创啥？平言真无简单，才平静落来，你阁来刺激伊？你敢袂当等伊的情绪较稳定，才阁讲？小妈，我无其他意思，我是为是讲。志勇，我拄才食药啊，头骨有淡薄仔戆，有啥物休困啊？多谢你来看我。好啊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休困啦。小妈，我先来，过几天我就过来看你。你有听到无？伊竟然这么残忍对待我，伊是凭啥物对待我？我即马是要安怎？我现在是不要做。平言，你看你，搁这样激动，你今嘛都好好静养。志勇那边，我会替你顾好好的。我绝对袂让你这么好过，我绝对袂让你这样对待我，我一定想办法。所以我以前全部拢想转来，阿莎，吃拄好，你也来逛书店了？是啊，你目睭伤大哟。啊，我有人工内衣，我替你。唔免啦，谢谢。哦。太矮了啦，我可不得麻烦你这个脚头倒三公一下。哦，啊，你要拿多几本？嗯。谢谢。这人是安怎？我廖莎莎出任务哦，就来马斯守鬼，我竟然拄着瓶颈。哎呦，超人哥，
我会找落去啊。啊，不过我呢弯腰，受过暴露啊，我感觉就歹势。刚才麻烦你替我捡捡。谢谢。阿姐，恁去遐强，你穿安尼袂寒？啊，袂啊，我感觉就热，全身发烫呢。嗯，袂着。目睭哦，拢无离开迄本册，伊归去哦，带册做无好啊！啊，对，册，伊介意热龙姐哦，伊就爱看册知性美女，我真正有够白痴，竟然想错方向。看哪边站吼，你莫徛伫遐咧插阮小东的吧。奶奶，你伫倒位？想要亲自回来，你哥哥来啊啦！哎，安娜娜，你是咧哪会大哦？你甲人足熟的哦，叫甲亲好吼。好，可拜托你是把心。迄之前我敢那只饮酒话关系，迄感情偌好咧。我再讲啦，我今日是专门来这做国际友善交流，晓无？高兴，人因翁伫遮啦，你若想要做小狼狗，你还阁无够格。你若无想要食物吼，你出去出去，莫搁第一只咧做小弟狗。我来这食物敢袂用的哦。请我迄个半斤半两的牛肉面啦，爱大碗的啊。好啊，慢你慢你慢你先摕来，啊无你这口板皮吼，大概是要笑是要吃面子。吼，空干安尼，啊这么爱计较，唉，无怪人缘无好啦。唉，退去啦，哎阿哥啊，迄小菜哦，三米出一个哦。好啊，我先请你吃一盘鸟翅啊，晒你哦。扫去扫去，迄面进来了。阿姨，无去煮面好啊。妹，王明啦，你不准跟我入去厨房哦。小东，你是讲安怎？你莫俩钟讲我唔知，你想要煮面互伊食哦？我啥物时阵煮面互伊食过啊？阁无。顶届叫你去外送，送到唔知影头转来，连钱都无收呢。你煮面互伊食，搁送去伊个面头前，啊，敢会想要钱食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是无可能互你搬阮家个面甲肉去饲你安那大啦。小东，我给你解释几落摆啊，我无对伊安怎，啊，搁有啊，伊张相片我嘛唔知啥物时阵甲伊做伙翕个啊，啊，真有可能是我啉酒醉个时阵。对啦，这是上可能的。也是讲，啊，你若真正介意，迄落吼，迄嘛无要紧啦。我已经查过啊，啊，伫美国迄边注册结婚哦，伫咱台湾遮无准算啦。啊，只过一个咸水哦，啊，你大波细拢有啊，享尽其人之福呢。阿姐，你嘛较拜托。小东今麦心情已经有够歹啊！你要讲这有诶无诶，这个伊哦。哦。小东，拜托你相信我。无可能。大姐，阿姨，以恁对我诶了解，我敢可能做出对不起小东诶代志。你到今麦还未回答阮大家对你诶疑问呢？你叫我是不要都相信你啊？就是讲咩，
因为你受过心病啊，啊，我做阿姨的，我嘛唔知道要安怎替你讲话。那因为感觉吼，我是感觉迄个邋遢哩吼是较有问题。因为呢，这个邋遢哩呢，人笑笑，行为阁怪怪，啊，嘛有可能是超工要走来甲你乱的。以我对姓名学的了解，邋遢哩呢，最后迄个哩。L-I-E 就是 lie 白菜的意思，把这只翻过来叫做邋遢白菜，就是来这讲白菜的。哇，安尼讲一大堆，我听无啥啥呢。你安尼一句话甲所有说你的全部 OK 啊？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也无指名道姓的，你莫在咧对号入座。对啦，啊，你若真正对这种姓名学真唔够哦。啊！你嘛同样犀利啊！你唔都应该把你家己号做叫李碰碰啊！啊！你看起来真咪成像一种金龟头的干瘪四季豆同款。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健康讲一寡无营养的，安尼对小东讲有啥帮助？咪啦！你是当想讲哦，你若急皮皮就只唔走就无代志啊？你今仔无甲所有代志，包括你学历、身家背景，拢交代好清楚，你以后就准备甲死出去，莫阁出现阮大人面头前。无唔对，老师上基本的，你若想要做一个好人、好爸爸，你就做一个老实的人，知无？我是囡仔爸爸，我有许个囡仔代你做阿走。我家己囡仔，我家己饲，参像你这款爸爸，不如无啦。小东，你搁想要讲啥？我已经让你害到变作小三了，现在代志变空，搁想要搞个甜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反正我唔管啦，我就是要分手，我要切巴断。我看你根本就是要找机会跟我分手吧？那是我发生这个代志，你嘛不会计划，敢不是？你根本就是看我无，你根本就无心要跟我做伙嘛。你若想我就一个安全感，我敢对婚姻这样无信心？你已经唔呐骗过我一摆哦，啊，今嘛嘞，连狗也无来当来跟你相认，你叫我要对你有心哈、啊？哎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好，我来讲一句公道话啦吼。啊，那有一天吼，某只阿多因头阿上再来甲小东揽掉的，甲金吼，哎，阿哥叫伊哦，老婆，我们过去多疯狂，哎，阿你敢去再掉？当做人哦，唔得将心比心啦。这嘛是我怀疑的嘛。怀疑我唔管啦，我就是要切八段。再见。你莫聊准讲我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你就来看我无？聊准讲我啥物拢唔敢做。店员，你的强力胶几多啊？你等你看，我就去堵了给你看。哇！在我左手臂上是个带刺玫瑰花，在我右手臂上是个爬满荆棘的十字架。这片，这片。我今嘛得为你去夜店，还有钢管舞勾搭金发帅哥。你孕妇别让邻居，三秒就要勾完后腰，夜金发帅哥得被劈成。太阳乖乖十岁，我想一定要去找陈玉芳那个项目。我有了真正无唔对，这应该是一起那个无正经的杂货店的所在。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风吹啥那些戏啊？二姐嘛是同款呐，二姐不嘛是把那个小亮带回去，哪会生气？